他很爱逗我玩，我人生因为有了他而进入演艺圈，一起在风神无双挫折成长，再挫折再成长。后来我们有了宝宝生人大，很开心。这一次是带山猪来玩。这十年我们熬过无数个夜，写过无数个开心的段子。从没钱庆生只能吃便当，一直到通告锅，学会犒赏自己的五脏庙。山猪说自己没自信，但他的表演都会先给兄弟们看过，再来创造高峰。陈俊甫没有出去哪里，他只是换个方式轻松存在。封神无双出道的艺人山猪，15日经传促是享年38岁，17日是山猪39岁名单。与山猪同为封神无双出身的艺人香江，也在社群公布两人认识十多年来的回忆录。影片中说道，陈俊甫没有出去哪里，他只是换个方式轻松存在，并感性承诺每年生日都会给你礼物，我也会努力让大家更记得你。真的山猪生日快乐，最帅的山猪生日快乐。百变的山猪陈俊甫长了翅膀，变飞天蛋黄了。对啊，这样就可以看东西了。按一下它就跳起来。他很爱逗我玩，我人生因为有了他而进入演艺圈。走蛋，慢点，我是飞出去了吧？一起在封神无双挫折成长，再挫折再成长。后来我们有了宝岛生人大，很开心。这一次是带山猪来玩。这十年我们熬过无数个夜，写过无数个开心的段子，我们还开心到帮大家一起想脚本，成为社会的一个栋梁，一个人才，对吗？一起上各大节目，一起当正副总统，一起讲鬼故事，一起演偶像剧，一起交朋友，一起做公益，一起玩国际员。从没钱庆生只能吃便当，一直到通告锅，学会犒赏自己的五脏庙。山猪说自己没自信，但他的表演都会先给兄弟们看过，再来创造高峰，很屌。还是中中的赖世雄，我是冰豆浆。冰豆浆，千杯千杯再千杯。家住永春街那隔壁，占地3.5平。不经意此片献给你，因为每年都会有你的新作品。那也出不去啦。陈俊甫没有出去哪里，他只是换个方式轻松存在。最屌的国际巨星山猪生日快乐。Yo, come some of the music. DJ Soda. Yo, yo, yo. 是油是油。哎呦，喂喂喂，你们在干嘛？这个地板怎么这么脏？平常没有教你们吗？拖地要用什么拖会最干净？用力嘛，用力用力用力！上次这集的 end 几次？最近有点衰，有一个道士跟我讲说，我卡到音，背后有个灵。这么我说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控天灵。你上一次我喝个烂醉，我说服务生，你有没有可以醒酒的东西？结果他拿给我什么账单58000。他的屁股，吴子棋，邓子棋。豆腐乳，豆腐乳。胡志强，大家好，我是前台中市长胡志强，志强号。邻家女孩，大家好，我是邻家女孩林家龙。谢谢大家。只代表难过情绪的悠悠，我会一直往负面思考，这实在太悲伤了。我最近一直忘记事情，哎，到底为什么一直会忘记事情，都记不起来？我可以建议你一个地方去放松，你可以去马德里。为什么去马德里？哎，因为你有失忆嘛。对，所以你到了马德里不失忆啊。哦，全全都说真的好有哲理哦。那是当然的啦，好厉害哦。以后有任何疑难杂症，
还是可以找我劝世猪猪来接货啦。好的，老师，音乐啦。地板动作 ，breaking solo。好了好了，哎，好了好了，我都听他了。怎么那么好屁股啊？哎，伸一只脚。